作为女士、各位先生，加上从总统之命代为监督总统致辞，各位同仁，今天是我们的行宪纪念，这一纪念之事作为激发了大家贯彻民主宪政的艰苦一程，而尤其体现了我们三民主义不明革命贯彻始终的精神大义。比如我们就是在亚洲的事如此稳定动荡时期，这更加在独立不已地推动政治之心、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并同时根据文明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重要灿烂时期临时条款，选出自由地区真恶的中央级民意代表，使得不为需要在面对共匪否定民主人性、否定伦理文化的今天，打击这些反民主、反宪政的时期，更需要积极地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理、以天下之决心，巩固宪政的坚实基础，扩大民主的伟大功能。我们国家民族今天正处于不复变化关键性的大时代之中，因此特别希望大家一起贯彻维护民主宪政的初心，体认当前国家民族的需要，结合全国人民同胞的意志和力量，以实现三民主义革命民主的目标，那就是我们要不惜出动维护民主宪政的话筒，凡危害宪政、破坏话筒者，不但为国民之所不容，也且为国民之公敌。我们要竭尽所能维护民生努力、民主自由、民族文化的生活方式，本期国务实践之程不断致力于大众生活水准的提高与民生建设的推进。我们更加要强化心理建设，全面的积极的加速国家建设，以造起更进一步的政治革新、经济成长、文化复兴、科技发展，来复兴国国建国的能源。大家自始至终都在坚持反共复国一贯的基本国策，绝不以存疑而自美，是更不以自贬而疑心。有了这些共同的体认，就深信我们必能集中智慧，坚持信念，为革命民族而奋身自烈，以争取使草帽救国胜仗大业的最后胜利。